到之间恐无边际啊，尤其是天地万物啊，有物就有法啊，有偌呢真多的物件，都有偌呢真多包含着内面的法，所以讲起来法，事事物物无不都是法，而且这些无数来机嘛，真正的烟波源头呢，无法度好去测量啊。可见无数以来，咱佛法一直都是讲无数，无一个起点的源头，好去找啦。其实未来呢，未来嘛，无有一个终点的停止，这呢就是浩瀚无疆界。所以咱爱知呀，时空无终境啊，万物呢法性本具遍缘。所有的法，伊的性啊，本来就是具有嘛，不断地延绵落去。干那讲咱日常生活，袂用诶欠少的粮食啊，这么简单。迄、那个谷物啊，就是讲米啊。米啊变七啊，七啊变米，米就是人伫咧用。其实这粒七啊，伊呢都无穷尽的日月啦，伊的发性本具绵延，还是呢年年月月不断延续落去的性命。这就是啊，五谷杂粮啊。伊的发性，只要留着伊的精子，一生无量，无量终一生。啊，这都是伊绵延的本性，这个物种的本性，就是不断绵延嘛。所以本来就是，本来就是安尼，凡呢。法法相传呐、啊，本性呢绵延呐、啊，所以法本无法可说。到底有啥物法好，搁再讲呢？一粒七啊，感到有法有啊！啊，这粒七啊，大家人都知，就是要供应乎人类。人类无有这个五谷杂粮。咱敢有法度活？无啊，无法度活落去，就是大地万物供应乎人类。大地万物呢，搁较侪啊，要安怎去发展啊？要安怎互伊成就啊？那当然就会有因啊、缘啊，那伊才会当通结果啊，才会当互大家人供应啊。这呢，无不都是妙法啦。所以讲，法本无法可说。在咱的日常生活中，这些物件呢，有含着遐尼深奥的法境地咧，咱无该当作是虾米法啊，就是安尼伫咧生活啊，都是安尼伫咧使用。所以啊。那有什么好讲呢？无亏欠的事，真富有的事，什么都不知。因为呢，安尼在咧用啊，都是在咧循环，不断的循环，不断的供应，不断人类的富有。所以，富有的事。这些事情大项都不知道，不用再去讲它，
那安尼那有法好谈呢？但是咱学佛者，咱爱恭因救果，哎，这个、因缘果报安怎来？咱连这个物证的来源，咱都爱知哦。何况讲吼，咱人证的来源呢？啊，人既然来伫人间，啊，万物伫咧供应予人类的生命，啊，人类呢，为什么伫这个万物中伫咧起烦恼啊？啊，为着这个万物呢，来起争端呐，啊，起了争端呢，过来作因呐，就搁在牵引着迄个缘来呀。安尼呢，因缘果报，果报因缘呐，安尼不断绵延，这呢，属于人间呢，变成了真复杂，这呢真复杂吧？众生呢，就是从起业作业开始，心中无明，开始呢。起着迄个业哦，咱若无明起习起来啦，这就是叫做无明，就是因为无明起从迄个习而开始，所以道理不分明啊，互相都有对立啊，安尼要安怎啊？所以呢，两千多年前啊。印度的悉达多太子出世了，一出世，跟咱人拢是同款的生活，同款伫这种万物发生本具绵延中，同款有父母，一出生伫皇宫，皇宫的内底有奴隶，就是贱民。所以，伫贵族甲贱族呢，贵贱分别，贫富分别。所以，伫迄个中间，这位太子呢，才会起了一念心嘛。所以，才会去追求人间。为什么人甲人的中间有安尼的分别呢？加上了。生老病死啊，这种人生呢，无法度好避免的苦啊。这种得安尼的享受，是不是长期永远呢？哪怕是啊，物质长期永远啊，就是人的生老病死。还是伫咧转变呐、啊，何况讲这万物啊，嘛是短暂无常啊。这真侪的矛盾中，伊才会去要安怎突破了？迄、那个内涵着迄种性，这种到底是绵延不断，这个。万物，或者是呢，短暂生灭的物质，这个看得到的相呢，为什么一不断地在变呢？哪怕是一朵花、一枝草，这个花本来是不是有呢？啊、哦，也未花开的以前。它就是含苞，也未含苞的以前，只是有迄个花草的苗。那花草的苗也未为以前，就是一粒的种子。啊，这粒种子呢，会过去，嘛是迄蕊花开了后的结子，佮留落来。到底是种子生有呢，
或者是这丛花的花草生物，到底呢？这个物件的本性循环啊，安怎来的？所以要去追究了，大地万物啊，有伊原来迄个本性，万物的法啦，法的循环，法有法体，啊，法有法用，这个法体啊，这个整体起用，这种呢，也就有这个相。所以，所有的现象开始呢，它就有迄个无相，都生灭，有相都生灭啦。那么，法的本源是无生无灭。就是无穷极的、无终止的，这叫做性啊！啊，因为有这个性呢，所以伊有体，有这个体呢，都有相。所以呢，这有相开始，它就是有性灭，叫做。生灭相，其实呢，所谓生灭相呢，都有记住了伊本具的发性，就亲像咱人生老病死，安怎来生啊？常常伫咧讲啊，甲这对爸母有缘啊。这缘呐、啊，结来啦，它自然呐、啊，都有迄个果。啊，这个果已经成就啦，对这对的父母有缘，就伫这个家庭生，这是叫做依报，依着这对的父母的因缘，我来生，报伫这个家庭啊。这呢叫做依报，但是呢，咱人人也各有正报啊。虽然我伫贫穷的家庭生，不过我过去有祝福啊，无听到我会应到其他的缘呐、啊，搁再有其他的缘再牵引出去，一世人啊。咱的人生多变化，所以呢，啊，佫无一定，毋是生落来我伫富有，一家庭我永远都是富有，会记得真侪年前啊，菲律宾有一对的姊妹啊，伊生落来伫一个真贫穷的家庭。这两个查某囡仔，安尼迄个连体结作伙啊，就是因为有缘，伊个生命中的贵人出现啦，就是主祭人。这个个案保护主祭人伫这个家庭。